여러분,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,我是Dan. 한국 유튜버 김프로, 成为 首位 突破 5000만 订阅数的个人创作者, 而引起了热议。 根据TubeGuide于29号发布的8月第四周韩国内 YouTube 频道排名显示， KimPro 在21号之前一天的周间观看次数达到7,5942万次，周间新增订阅人数达到230万，总订阅人数达到5,160万，多得了本周的一位。 KimPro 到底是何方神圣呢？ 2022年8月起， 在YouTube 上正式开始活动的 KimPro， 在短短两年内成为首位突破5000万订阅的韩国个人创作者，这一数据在韩国所有频道中排名第四， 仅次于Blackpink 방탄소년단以及 HYBE。 KimPro是由曾担任演出策划人的创作者 Kim Dong-jun 与他的表妹Yubeka共同经营的频道。该频道主要制作利用海外名或挑战的有趣短片内容。根据媒体报道，这两人都曾在大学主修演技，曾梦想成为演员的 Kim Dong-jun 在经营演出策划公司期间，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线下演出无法举行，最终不得不结束这项业务，在网上寻找可以利用自己的经验从事的工作时，萌生了制作短影片的想法，并与梦想成为歌手的表妹 Yubeka 联手创造了这个频道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。第一次听说这位YouTuber， 这不是一个拍摄穿着比基尼的多名女性并玩弄他们的变态频道吗？我知道她是谁，但老实说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她能有5000万订阅，怎么能和表妹拍这么低能的内容呢？在我们国内并不受欢迎，但在国外人气很高，所以有时大家不了解，所以说她是从 TikTok 开始活动的，但当时引发了很多争议。从评论区就能看出来，几乎都是阿拉伯语、俄语和英语，不是只有色色之类的影片，还是有一些剧情和反转，所以我觉得挺有趣的，哈哈。我觉得不谈他影片的内容，单就策略来说，确实做得不错。尽管内容不怎么样，但影片本身无论语言或文化都很容易理解，而且只要影片里有穿着暴露的漂亮女性，观看次数自然就会上升，几乎所有影片都这样做。因为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这个频道，所以去看了一下。影片内容感觉就是要偷偷的看，不想被别人发现的那种类型。 所以华语圈的大家之前就看过这个频道吗？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